脆饼干哎。来看看乌龟饼干好不好吃？它有点高啊。我猜一下啊，出来！哎，卡住，在旁边的卡住。好，我先把这个拿去。有了吧，这个带不出过分喽。哎，这个不难夹了，因为刚刚是卡住。上面那一层帮摸摸吧，再试试看这个。它可能放太高了。只要能凑出一根，后面就好夹了。啊，能凑出这两根。哎，厉害了！把牙挑。哇，掉了！再来是摸看这里没有握到。哦，这里没握到。这个还好，这个不难夹。这是太高的时候很容易卡住个丝。来，这手动。应该出完这个跟前右边一点点，应该都差不多。喂。好屌，好像也蛮多包的，这小小的好可爱哦，这个感觉先拿来装哎，真的好夹吗？先拿来放了钱钱，我想捏头，它装黄色那一个，哇，十二拍好像到不了头了，来先全包看一下位置。来抽起来，抽起来，哇！我想一下啊，有没有？有啥事？我还以为想捏它，结果没有用到，它是被那绳子卡住了。再一次，这什么果？向上出货吗？等我一下，反射一下。哦，好，没问题。哎，可是好像也不太适合。哇，好可爱哦！一人一唱，好那好。哎，这好可爱哦，这是什么？哎，这是凤姐耶，它能顶抽吗？还能甩？不行，我发现它打不了。应该有机会后跑吧。
这个车车，黄色红色车车，它的右门感觉比较好夹。哇，它跑去正门去了呢。这样子，我想一下啊、哦。哎，为什么想要扣它？变个位置啊！这样子好像还比较有机会的。好，走一次。好，牙。牙膏？牙刷？不刷牙的。这感觉压下去就有了，然后跟我说他会顶走啊，哇，好慢哦，这种东西。哎，他去抽下面这一根，哎，可以抽了。然后他不会反驳，然后他会丢回去，他不能抽上面，抽上面会丢回去，我只能抽下面的。还是会丢。他才会顶到，嗯，尴尬。还有抽这里，抽这边。哇！其他也好。好，不要。这包感觉有机会抽起来，如果他没爪具的话，可是这个有爪具太过分了吧？有哎，有爪具哎，他夹爪夹不起来那一种，他只能夹一大堆。有看到吗？他直接放了一个分斗，他不，哇，先压下去吧。啊，你回不去了哦，这个盾水好像就有机会出了。哎呦，他直接给我下饭，再次，啊没有了。哎，为什么下饭？刚为什么下饭？逆切赛。哎，我刚刚用错，要大甩。大甩好像不太行。再一次。哦，再抽这一根。OK， 那正门呢？抽起来，我抓出来，哎、欸，我自己二手好了，哎、欸，嗯、欸，一下下放，一下又丢了，他到底，发飙了。长什么样子？看一下。看起来不好夹，还是它捏一点点？没爪具哦，上面捏袋子吗？好，把它拉过来。果然会丢啊！好，没机会。哇，这个200耶！好，它好薄。
我想把那个用品呢，那一勾。哎，那也可以啊，这样斜坡了，不错不错。下来，哎，先把那个用出来，这个可能会有点碍事。下来，我觉得那边要补起来，这边有一个洞。下来，厉害了。哇，差点就把我的地基夹了。这样有比较好吗？好像有啊。那先把这用下来好了。差多少？差多少？差60。哇，都在洞口了呢。再把这个抓下来。完了，不落线了。不要绑，想要再绑。跑夹了，还没到，好扯哦！马上摸不到那一颗，放那个下来也可以帮我摆一下。好，跑夹了。哎，卡住了。来。哦，紫色的也快出了，我应该抓蓝色那个状态了。你好扯哦。
可不可以用棍子啊？这好像很重。哦，好像蛮轻的，我以为很重。哦，那这个挺好夹的。哦，这个好夹哎。这个是很适合凑脸啊，它可以凑对吧？可以。拍。有机会可以刷点的题材。哦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它铺一下就有了。哎，哎，这里嘞，这里好像可以。哦，哎，这个好玩哎。哎，没有这样，那边好像可以是说，好，挑战双高啊，没有。那正门好出吗？哎呦，正门好像比较稍微丢一点哦。啊，哎，应该不可能是现场的猎手的。哎，正门比较丢一点。就把这包打完就好了。哎，见鬼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哎，完了，他保夹了吗？他多少保？就差五十哎。我想试试看做保，看我们一次抓多一点。完蛋了，不小心捏到了。好，不要了。哎，这样，这里可以再一次，这里可以最后一次。我觉得这一层好像会内太大内丢，好不要。汽车收纳包，这是什么神奇的拍数？这是什么奇怪？看不懂怎么奇怪拍摄，然后他躺下去了，他把这打过去了。喂，不爽说大宝，这个差90，这个也还好。我看到那个挡板，我就不想夹了。哇，果然啊，跟我猜的一样，这台真的比那台还难很多，因为它是斜里面，而且还有这个挡板，所以它难度会大大提高。因为它想做保，但是做不出啊，这个想做保有点难。这里挖不太到，可以挖里面吗？直接抽出来之类的。哦，唯一解法吗？好不好挖是另外一个问题啊。好像保夹嘞，还没到。不行嘞，保夹喽。还没到哎，为什么？这样抽出来没什么用，我说的，我要把它。我靠！
脚的。不会老哎，可是顶多打到那个洞没有用啊。好像有点难哦，这台。哎，它真的是大喷的，不行，那个有点像哦，这种根本就比较好打。然后这个不是洋芋片，这个是……我靠，它只能一次招两片，不然招不到。然后可以一次出两包啊，这是好事啊。能不能录着就另外一个问题。哇，哎，好，到底放好夹还不好夹，我也搞不太懂。哎，行，干嘛停？下去。好像有好宅，好像又还好。那正门房比较好宅。好像这次换右门不行，刚刚那个是右门可以，正门不太行。上面 VR 那一层有点高，好的，这玩意高很多，难道？这个真的打得出来吗？我们就稍微小试一下，好加790。后排。等一下下饭，哎，倒下来吗？哦，好像没机会了哈。摸到这里吗？哇，这个拍出有点猛，但它好高哦，到我家。我不知道哎，这怎么夹？他不是小脑袋，他是顶抽。哎，这饮料是什么？我觉得饮料
反而还比较难一点，还好还好。哦，这个真的很好夹。有一些怪好夹的啦。Oh